你顺着风往外咕噜，咕噜咕噜。大爷，你干啥呢？你咋这样呢？看你这么个熊脾气。不过没有关系啊，我们根据不同老年人的脾气秉性，定制了各种方案。比如说，我们看老年人喜欢琴棋书画，我们可以配合他们。我问你，就是一般一个老年人爱唱歌，你们能给能吗？我们给伴奏啊。啊，老歌也能办吗？呀，那你得唱什么曲牌吧？曲牌，唱个老的，《军港纸烟灰》吗？前奏是不是这样？你来。当啷当啦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，军港的烟灰。当哒啷当啷当啷，静悄悄。当当当哒啷滴哒滴哒滴当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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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养老院的，我认识你，你上我家来过，对不对？你是我们家小米粒同学，还跑这儿给我送养老院去？出去，出去，刷车刷到这儿了，走。不是，大爷，老范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你怎么我还没唱过瘾了？你看你孩子伴奏多好，我估计啊，他还会那个泉水叮咚响。你还有心唱呢？我都快上养老院了，你唱什么？这孩子这不是为你好吗？你是全。来，来呀，大爷！我说吉吉，你说吉。我说吉吉，你说吉。吉吉吉吉吉吉吉。我叫万美林，他叫李麒麟。你什么耳朵啊？大伙都听得清清楚楚，他叫小提琴。什么耳朵？我一说你就顺个二爬。他叫万美林。大爷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你叫万美林。大爷，你蒙对了。他不是蒙的，他是用了洪荒之力猜的。这表情我看着眼熟。大爷，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们公司啊刚搬到你们小区门口，我今天来呢。我知道，你们还能给老头办那个军港之夜呢。不是啊，大爷，我们公司可没那业务啊。不是那个，那什么的吗？养老院。养老院吗？啥养老院呢，大爷呀？哎，你说你生活这么幸福，你家庭这么美满，你跟老伴这么恩爱，你养老什么院呢？眼神不好啊，我老伴儿啊，我跟他恩爱，你看见了？我挠死你再说我，讨厌！这么说吧，大爷，就是这个养老院，只是你人生的过渡，我们这儿才是你永久的归宿。来，大爷说吧，今儿给谁服务啊？那私人定制吗？不是，那还是我来定你的制服。大爷来，别忙着，干嘛？陈姨家来，还有我的事儿啊！这玩意儿，你今天成什么玩意儿？谁来谁凉？躺下吧。啊，躺下呀！叫你躺下，躺下干啥呀？你不躺下，我咋凉啊？就到你们那儿都躺着呀？不得，我们工作人员都站着。大爷，来，这么跟你说，大爷，什么意思啊？本着这个物理学的角度来讲，你躺下凉，你就比站着凉。
节省两公分布料。我不给你省点布料吗？不是，你躺着凉是省布料，那以后我再站起来衣服不短了吗？放心吧，大爷，你到我们那儿以后你就不用站起来了。躺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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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，那我要非要站起来呢？大爷，你非站起来干啥呀？不是，你就老实搁这躺着呗。你说那你要一站起来，那我们可就都躺下了。哎，你不带这么吓唬人的，你干啥玩意儿？别着急，闺女，我替他问问，你们那个地方伙食怎么样？你说像他这样的，一天吃几顿饭？你妈呀，大爷！啊，我们那不按天，按年，一年一顿。啊？就是在这个清明节的时候啊。我们给你们摆点点心。再供一盘水果吧。要是放点花呢？那都得加钱。你们这什么价格也就是。大爷，来来来。这鞋子啊，你帮我抻一下来，这边这边啊，什么玩意儿？青山一员，您的首选，来世的开始，今生的终点。哎呀，别拉倒！好，顺风让你来的吗？逆风来的，大爷。逆风来的啊，门在那儿。